我是铁道旅行爱买走的爱宝，在107年10月10号美术馆内，时段是6分18秒，就是1301电头车网单机之种，在美术馆内停靠谢鬼。有些片段但这是电影带来机关汉片，不知道这边停多久，可能是要代币吧，不然不可能待那么久。301电头单机制造，单电头车王。这相片啊，但这对面的激光很。我不知道这台真的停多久。不知道是不是要带 BBS 通过？有列车通过。这相片啊，但这对面的激光很。724赤金有狼星，还有星座银的。阿财电脑下集举光是电车的旧节举光号车厢，就是折叠门举光号，就大家通过。有三片光灯，这电的以及光焊片，非常宝贝。来，744的举光号这边通过。128台电头加九举光是电源车加六节举光，这样车下就是折叠门举光，你送过美术馆的西哥，就这样，拜拜。